这里是下午5点的快报60秒，我是林轩。全球多地的微软系统发生故障，多个国家的航班、银行服务和企业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国樟宜机场的登机服务和新邮政的包裹追踪服务。两艘油槽船在白礁附近海域失火，我国派出军艇和直升机救援，有2名船员被送院。据报道，一艘挂着我国国旗的集装箱船在也门岸外海域疑似遭到胡塞叛军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伤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影坛消息，香港一代武侠影后郑佩佩病逝，享年78岁。以上就是下午5点的快报60秒。